嗨，各位安安好，我叫梅森，好久不见了，欢迎收看最终章的。嗨，各位安安好，我叫梅森，接下来大家要再度收看我们的最后一章了。Breach， 机动屠宰者 ，Let's game begin。妈的，我早料到了，干！死了将近，我老实跟你们讲，二十几次，哎，你知道我第一次玩还更惨，好吧，是说来迎接我们的结尾吧，结尾其实就好像，我是希望还蛮有续作的，毕竟蛮特殊题材的。蛮可观的。好啦，基本上他是必死无疑的。好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 Breacher。 好了，录完了，
很快啊，差然后说4张吧，4张左右。哦，打得好辛苦哦！天啊，这游戏其实那个、哦、它本身哦就是个困难难度的，是吧？打起来哦，游戏感非常很爽快刺激，对啊，也算是相当一个很完美一个作品。可是哦，在我定义上哦，它还不够神作啦，因为它的关卡、哦、对我来说哦，还蛮少的。可是相较之下来讲哦，它的难度哦是最为顶尖的，你知道吗？哎 欸，如果你们想要玩最简单模式哦，如果不想糟蹋自己哦，你们可以去下载啊，那还要付费，个白痴哦！你直接这多练几次就不会那么容易死啊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相信我啦，我都已经死了1000多次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看很快又要跳级了吧？哈哈，哎，对啊，开玩笑哦。玩过这类型的游戏的人哦，我也算是相当哦。我不敢说我非常强啊，但我只敢说哦，我是有经验的，好吗？哎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好了，Breacher，机动屠宰者正式完结。好，Yes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会紧接着哦，去录那个新的游戏啊，《光明旅者》，我们来换点比较稍微正能量一点的。其实这部好像也没多少正能量，不过我是觉得哦，它的场景刻画哦，就是比较清澈一些啦，哦，比较不大家看了现在我之前。几部哦，那么暴力化有没有？哎呀，相信我了，我干嘛一直说相信我啊？好了，总之就是这样哦。然后接下来那个迷猫哦，那个录完之后，我会再紧接着再录新的游戏哦。就紧接着哦，我的行程真的满档哎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啦，哦，希望大家哦，主要是大家看得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大家看得爽，我也爽，舒服、精彩，充满每一天的活力。看我的影片是你们的最佳首选。要我到内政部去 complain 哈？好了，就这样了啊、哦。好了，辛苦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观赏。